同学们好，咱们接着上一节课代码继续写啊。上节课咱们讲到这里是吧？咱们继续把这个商品的便利给写完啊。找到代码，好，找到这里是吧？咱们找到 list 的这里，把所有的商品的数据查理出来，叫 goods 啊。好，get 接收一下，然后把它编辑过去。让我写快点啊，这里应该很简单了。这个写完以后，这里啊，这里的话要写一个 for age，然后 dollar 叫 dollar date，然后 as dollar will，好，这里过来。for age 啊，这里不要，然后 ad 改为 dollar vo 点 ad 啊，看一下，刷新一下，你看数据是吧？所有都出来了，所以出来以后呢，咱们一点点把它改一下啊，比如说这些都全部干掉。除了这个啊，其他的，第一个是这里改商品名字啊，商品名字，好，所以这里是叫 goods name，这里叫什么呢？叫商品的。商品的，我看一下啊，数据库，商品的属性啊，属性这个，拿过来，还有什么叫限价啊？展示价格，最后就是个状态是吧？好，其他先不用了啊，就先放这里，放这么多啊。好，查框架源代码。这里弹出一个是吧？一会儿咱们把它删一下。好，这就是咱们所有的数据是吧？然后商品属性的这里，它是不是有这个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是吧？所以咱们这里写一个，商品属性这里要写点东西啊，叫，我记一下啊，这叫 switch，这看能不能查一下手册这个，我记得这个记得不太清了啊。然后查手册，点击阅读搜索这里啊，便利判断或者说判断，是吧？便利 switch 搜一下，条件判断这个啊，拿过来。变量就这个啊，然后默认如果它等于一的话，这个不要啊，这是跳出的这个都不需要。好，如果它等于一的话，推荐是吧？如果值为二的话，那就是新上。好，再来一个。为三的话，日卖四五六七，最高是七个是吧？
啊，这个也不要了啊。第五个包邮，第四个促销，然后限时卖，不参与会员折扣啊，都拿过来。好，我们刷新一下，你看，咦，哪里有问题啊？商品名称 goods name，商品属性不对吗？稍等，我看一下啊。是不是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个事对啊？看数据库，商品的属性，在这里啊，为空是吧？Good 是添加商品，好像没有这个字段，这个字段没加上去啊，没加个字段。分类，西服折，跳成功，跳转啊，刷新一下，这里是吧？你要写错位置了啊，把它叫，去掉一个，刷新。看一下，你看推荐就有了是吧？因为我这个因为数据库里面没有数据啊，你看啊，如果我再填一下，啊，再重新刷新一下，你看是不是都有了是吧？然后这个发布，咱们下一个就做一个就是编辑吧啊，点击一下编辑。快速的把这些做完啊！产品编辑在这里是吧？这个不要啊，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放到这里。好，数据库写一下编辑，public 是吧？编辑的话，它肯定要给我传个参数 AD 是吧？这我们这里要写一下。打油方法，然后这个传数据叫 ARA1，把这个 AD 传过来，然后到了 view 里面的是吧？AD，你看刷新一下，public 第166行有问题。修改叫 good 是。写错了啊，应该在外面。不用啊，编辑 good 是也行啊，这样写。好，刷新一下。大家看啊，我鼠标放上去，放到上面去，然后在我右下角，它有一个地址，我直接提交过来，你看是不是提交过来了，是吧？提交过来以后，我 M 等于一个大 M 调用一个 good 方法，然后查询一个单条数据，
提交过来的一个 get 是吧？我把这个数据查清出来。然后 bd 给这个我这个模板，好，然后 return 一个 $ds，调用一个 fetch 啊，然后我这编辑页面怎么来的呢？直接从这个，叫 TP5，下面有一个 admin，编辑页面直接从这里啊，copy 一个过来，改一下名字，改成这个啊。你看，啊，那咱刷新一下，good 是里面有172行有问题啊。这里是不是写错了啊？刷新，你看，顶级分类也要编辑出去是吧？所以咱们要把这个代码也拷贝过来。拷贝过来以后要改名字啊，比如说这个叫 G 啊，叫 good 是。好，重新刷新一下。好，这就 OK 啊。OK 以后，咱们的请量要进行编辑。比如说，这里是，比如说这里啊，这里是它的值单位是吧？叫 dollar，传过来 dollar。good 是下面 u good 里面的 uit 啊，然后一样的啊，每个都这样改。推荐的话，这里有个写法是什么呢？是这个关于 SyncPHP 里面的啊，这我直接从字典里面看一下，条件派对啊，在这里啊。拿过来，这个不要啊。就直接从这里判断。如果是说这个 dollar good 是下面的有一个这个等于一的话，就是推荐啊。通过这个方法啊，推荐的话就直接把它拿过来放到后面去。好，比如说我拿过来在这里，这个应该是等于二是吧？如果等于二的话，就让它选中啊。这个是等于三。好，我们先刷新看一下啊。嗯，都没有是吧？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有的状态，好像都没有，重新给个四啊，全部给四。在属性在这里是吧？有的啊，有属性的，刷新一下。嗯？它的，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你是不是有个地方错了？
点击这个修改。他为什么会调用这个呢？然后修改啊，修改过来，然后找到这里啊，看这里对不对啊？是不是这里没编辑成功啊？这里是不是应该右键审查一下？你看，如果它等于，好，继续，这个是四，然后这个是五，是吧？这个是六，这个是七啊。好，把这些关闭掉，重新开一下，刷新啊，这里是推荐是吧？我们直接点进去，你看这里就默认了是吧？然后分类这里我们也让默认选中一下，这里啊，分类是 select 的，如果这个 dollar ad 等于它传过来是 dollar 下划线。get 里面的 PID 啊，但是这 PID 没有传过来怎么办呢？咱们从这个，从这里啊，从前面带过来的时候，对，咱们要把这个 PID 也传过来，TID 啊，TID 传过来，一个逗号，是吧？然后一个 TID。有 dollar vo 里面有一个叫 TID 是吧？看下声明表里面是不是 TID 啊？传过来。TID 啊，好，所以我们刷新一下。那咱们先不用管啊。修改，没有选分类吗？这个，找一个，我们数据库里面看看有没有分类的，都是一级分类是吧？如果这个 good 是里面的 AD，错了啊，这应该是 dollar vo AD。刷新一下，你看是不是？这样就选中了啊！重新找这个第一个，你看啊，它自然就选中了。OK，咱们接着往下啊，写快点。到了 good 里面的。number。拿过来，改一下啊，其实都一样。库存量。其实写到后面就好写了啊，一般都是刚开始的比较难写。好，运费。拿过来。
状态是吧？状态这里其实跟上面这个一样啊，也是一个判断。判断一下，等于零的话，是吧？就 select 再拿过来，就是等于一的话，是吧？商品排序，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文本是吧？就是文本这里，文本在这个位置啊，直接写一个 text，好，刷新一下，连大体都有了是吧？商品名字没有。可能咱们没有填啊，咱们重新全部改一下，把它改成一级啊，全部都改一下啊。然后一添加商品，那这应该不是添加啊，而是修改。修改商品，好，提交到数据库里面去。这里有一个，把它拿过来啊，然后再给个，这给个，就这样吧，啊，修改，修改应该会不会重名啊？这个？good 是下面有一个零啊，给个星。好，然后打印一下这个提交过来的 post 的数据，添加。我这里改一下路径啊，添加啊。嗯，怎么也会添加成功了？刚没刷新是吧？男士西服，组装吧。改一下啊，修改啊，这修过来数据，修改过来的数据的话，咱们直接从这里拷贝啊。把代码拷贝过来，都不用自己去写。你看，都不用自己去写啊。这里改成什么方法？save 方法啊，修改方法。然后修改方法的话，应该有个条件是什么呢？叫 where 条件是吧？修改哪一条数据？叫 dollar date 里面的 ad，dollar date 里面 ad 怎么来的呢？你写一个 dollar date 里面的 ad 等于一个 dollar 下划线 post 提交过来的 ad 是吧？所以我们前台还写个表单，这里啊写个隐藏表单吧，然后 name 等于一个。ad，view 值等于一个 dollar good 的是里面的点 ad 啊，这里没写，还有这个啊，这个没写，叫拿过来，可以刷新一下，添加，这个选四。好，添加一个，给个小人吧。修改商品，他说这里有一个68行，有一个错误是吧？配置有一个错误。
save dollar get 里面的 ad，我们先把这个 dollar get 打印出来看一下，然后暂停，地点也调试一下啊，还是哪里错了？68行，然后这个都没错啊。提交，他说第1062行有问题，组件是吧？嗯，应该是这样啊，就是 AD 等于是吧？两点 AD 这样，好，再刷新一下，这应该没问题了啊。来成功啊！修改商品成功，修改商品成功，它又返回回来了。修改商品成功，有没有返回 list 的啊？改2秒就够了啊，这个。好，重新修改一下。这咱们已经修改过了是吧？应该。像咱们的修改商品也算成功了啊，我给你改成3啊，再来一次，啊，其他就不用改了啊，能看见就行。修改商品成功跳转啊，然后再看的时候已经变成3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修改商品也算成功了啊。好，同学们下去把这个练一下啊，咱们最后一节课把其余的完善一下啊。